在我生病的时候，他会一口一口的喂给你吃、啊、他会一口一口的喂给我吃，什么来着啊，他会把所有的饭菜都端给你吃。少帅，下去吧。少帅，听说那个少夫人引荐了一个叫马青青的演员是吗？他是我请的，不是引荐的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想李府受到牵连，你就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没错，我就是想代替杜兰若。怎么了？我请跑堂的来伴奏，有问题？你只是如此吗？嗯。我以李府的名义起誓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如果有一天我知道马青青的事情跟你有关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正有此意，区区一个跑堂的，能入得了杜小姐的法眼？你什么意思？当天在化妆间的人是你的弟弟子谦。少帅，想必你心不被珍惜的那一个永远是多余的，对吗？我当真如此卑微？你好自为之吧。那个女人她配不上你。叫你小云吧，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我们回家喽。夫人可真是爱慕你啊，连给小狗起名字都得带上您的字儿。小云，欠揍了是不是？不过我记得他原来对狗毛过敏。过敏这东西啊，跟个人体质有关，你看夫人现在心宽体盘的，自然就好了。不过我觉得夫人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不仅脾气变好了，整个人都变善良了。
怎么了，夫人？连刀叉都不会用了吗？小翠，你帮我去拿双筷子。嗯。他果然有问题。我还是比较习惯用筷子。夫人，您的意大利面。哎，这个拌面好。你有没有辣椒酱？啊，夫人，这个是少帅亲手给你磨的蓝山咖啡，可以尝一尝。谢谢。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。您以前最爱喝咖啡了。中药还难喝，那个，我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如果他不是杜兰若，难道跟马青青有什么关系？小翠，你不觉得这两天少帅有点反常？小姐，最近很反常的是您。我？嗯，有吗？您以前很爱喝咖啡的。是吗？嗯，哎，你去把那个椅子给我搬来。小姐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小姐，小心点。你们今日来，是我师妹有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这个是少帅跟少夫人的一点心意。来，收好。如果您诚心帮忙的话，就请您务必帮我把师妹找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马叔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杜小姐，是不是我女儿有消息了？马叔，
您先别着急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杜小姐，你要是不嫌弃，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好呀，就怕麻烦你。水生，哎，师傅，快去备菜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招待贵客。好啊，来，啊，二位请，请坐。来，先吃点点心。谢谢。老叔，你家茅厕在哪儿啊？出门右转，两个路口再左转，尽头就是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杜小姐是不是来过这儿？没有。她是马青青。